华雅机电是担负了整个华雅科园区人员的供应，包括电力、蒸汽跟空气。在这一年呢，我们华雅机电进行了整个人员整个盘查的措施，再把整个人员的消耗呢再做一个盘整。所以我们做了以下的改善措施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机电集成器增加了高频变压器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增加了公车的液压粘着器，配合整个负载的调整，可以达到我们的节能。另外呢，供应园区的空压机呢，里面呢有一些多余的空气呢，我们把它拉回来到我们的废水系统，到我们的脱硫系统里面呢，降低整个的能源使用。最后呢，是在我们检视我们的气机空气系统，利用整个华压的系统，避免热的损失，所以气机也会达到最大量。这是我们一个有节能的措施改善。减碳智慧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成为节能标。